制作了《This World of Mine》的独立团队，继《战争的残酷》之后，又将为玩家们带来新的生存抉择喽。冰封朋克 Frostpunk 是一款以末日后的冰封世界为主题的经营游戏。玩家将领导一群从伦敦逃到能量塔旁的难民，试图靠着能量塔提供的温暖，在冰天雪地的世界中存活。为了维持能量塔的运作和生存，玩家必须要派遣难民们去采集煤炭、钢材、木头和食物等资源，并透过建筑猎人小屋和帐篷等生产性建筑来满足居民们的生理需求。而采集到的资源则会被拿来建造研究所或道路，借此研究新的技术，或是让居民可以在都市外围的建筑中工作。玩家甚至还可以升起灯塔气球，走出圈外，帮助还没有找到避难所的难民前来居住。随着都市的资源越来越丰富，也会扩大能量塔的庇护范围，容纳更多的居民。除了要合理的采集和运用资源外，玩家的都市在遭受到某些变化时，会被迫做出承诺或签订法典。像是如果工作过多，你可能就必须要聘雇童工或强迫工人加班。而如果部落蓬勃发展，就会有人提出想要向外探索的需求。要注意的是，虽然你可以任意的签订各种法典和立下承诺，但居民的希望和不满值也会因此而改变。所以如果不想被人从领袖的宝座上拉下来的话，除了要做个言而有信的领袖之外，制定法律前最好也要三思而后行哦。